2020佛诞祈福，佛恩亲恩众生恩。殊胜庄严的浴佛大典主场就在花莲慈济静思精舍，幕后工作人员可说是功不可没，要让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会众也能共襄盛举。台北花莲两地设置转播车，将最新画面同步播送到电视上。我们这个信号组完分配到我们频道的播出，大概一台二台，还有海外台，还有网路。我们在嘉陵那边又成立两个音控，一个是口译的部分，一个是英文的，一个是西班牙语的。花莲呢，台北不止英文和西班牙语，这次总共有九种以上语言在网络上同步翻译。慈济志工和基金会同仁贡献外语专业，透过视讯连线跨越语言障碍，在云端中与佛法相会。有些国家他会可能技术比较没有那么成熟的，我们就是要抓他的翻译的声音回来，就是像巴西、像缅甸，然后我们把他的声音跟我们浴佛中文的这个画面合成起来送到云端，让他们有现场的感觉。荧光幕上呈现出来的清晰画面让浴佛大典更显得庄重，这都来自幕后团队在背后付出，就为了让三节合一的殊胜日子众人得以沐浴佛恩。台湾新闻杨爱婷、翁国佳花莲报道。